地的海拔3000米，我们使用重载无人机，只要10分钟之内就可以将300公斤的塔材运到山顶。以前啊，我们是使用马帮或者索道，光是修建专门的运输通道，时间就超过15天，单趟往返超过10个小时。该海拔地区重载无人机运输电力工程物资，我们在国内是首次开展。